第五课，我的城市。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，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，为那城祷告耶和华，因为那城得平安，你们也随着得平安。耶利米书29:7。教堂市场、商场、超级市场、图书馆、书店、天桥、桥、左转、右转、直走、红绿灯。教堂怎么走？你左转，看到市场，一直走，就到了。教堂在左边。商场怎么走？你看到红绿灯，右转就到了。商场在右边。图书馆怎么走？先直走，看到天桥，再左转就到了。图书馆在右边。超级市场怎么走？看到书店，你左转，再左转就到了。超级市场在右边。